我们还没准备，我们没有心理准备，没有，我们以为是来吃中秋节的。有啊，那个diaper啊，要不要拿出来压一下？快脱你好不好？哎呀，哥哥，不用听，不用stop吧，我继续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继续。你就不用停，不用stop吧，我继续拍。真的假的？去。你看，Jayden在grandma手里就是这么安静，我就说他是 grandma 前世的情人，一点都不假。我要先看妈妈。啊！别老说，我忘了他，忘了这件事。你就是要吃酥皮。好了，现在要吃饭啦。我们庆祝一下中秋节跟Jayden满月哈。好，然后呢？再按一下吗？